龙九，我刚分手，你敢不敢来浙江义乌？公主抱我，再亲我一口。哇，美女，咱们过去安慰一下她。走，出发。油箱加满，前方即将进入浙江界，才来这里，航向未来，诗画浙江欢迎你，祝您在钱江大地否极泰来。开车太累，休息一晚。家人们啊，义乌，其实我大老远过来呢，并不是为了抱抱亲亲，这个不重要。你说这么漂亮的姑娘，她刚分手，肯定是很伤心的，对吧？所以我要过来安慰她，关心她，让她开心一点。那你别去亲她了，我去亲吧。哎，摄影师，你现在怎么这么多话呢？做好你的本职工作。电话。你好啊。喂。你好啊。Hello? 我是龙九，我现在已经到义乌了。真的吗？那我给你发个位置吧。好的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哎，罗九，你最近皮肤变好，你用的什么洗面奶？我用的不是洗面奶，我用的是这个芦荟去角质啫喱。芦荟去角质啫喱，质地清透，直接上脸，它能去除脸部的废弃角质，脸上各种脏东西，从而避免脸部起皮，深层清洁毛孔堵塞的垃圾，解清痘痘，让毛孔自由的呼吸，清水冲洗干净，洗面奶温和不刺激，泡沫丰富，男女通用，把脸洗得干干净净的，皮肤水嫩水嫩的，又变帅了。今天给大家一个福利啊，29.9元两支芦荟去角质啫喱，再送一支氨基酸的洗面奶，直接小黄车下单。Hello， 我来了。你真来了啊！我真来了。哇，好好，玩这么真实啊？对，这么真实。过来的。我开车过来的呀，高速走了好久好久。啊，开车过来的，这么辛苦。好。为了我吧，有这好事我当然过来呀。你刚分手吗？好好啊，你长这么漂亮也分手啊？你长这么漂亮也分手吗？啊，长这么漂亮也会分啊？那就挑战呗。哎，我有点害羞了。我发现啊，你们评论的时候一个比一个大胆，真到要挑战的时候都害羞了。哎，嘴王。你这体重有多少斤啊？怎么能随便问呢？我看我能不能抱得动你啊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？应该没问题，那就试试呗。来呀、啊。